荷兰猪怎么养？范邦旭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及异宠医生。荷兰猪是无尾啮齿类动物，温带陆生夜行动物，在自然界以叶子、根和块茎、水果、花卉为主要食物，具有一定社会性，可群居，平均寿命为8年。首先，荷兰猪还是比较好饲养的，活泼好动的它们其实并不适合散养，还是居住在自己的饲养笼中更好。笼子尽量选择稍微大一点的，饲养环境保持干燥，这样居住时它们才会有比较舒服的感觉。建材选择粉尘较少，不然会对它们的皮肤和呼吸健康都有着不小的影响。其次，可以定期的洗澡，选择荷兰猪专用的浴沙清洁身体，或者专用的干洗香波清洗，不建议大量的水冲洗或者浸泡。最后，粮食的选择一般选择为提莫西草和部分的豚鼠商品粮，提草可以帮助它们磨牙，搭配豚鼠粮可以补充营养物质。水果喂食水分含量低的水果，洗干净晾干再喂食，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腹泻。